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访谈节目。在上一期访谈中，我们向马长生老师请教了许多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通过马长生老师的介绍，我相信许多观众和我一样，会对我们每一天都听到或每一天自己都在提及的许多涉及我们信仰和教门的词汇有了新的认识。在上一节课中，我们向马长生老师询问了什么是伊斯兰，谁是穆斯林，什么是伊曼。那么最后马长生老师讲到了以玛尼，就是信仰真主、信仰天使、信仰经典。那么此外，以玛尼还有信仰使者。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向马长生老师请教。马长老师你好。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那您提到这个是出于从学术角度了，当然这个可能如果经过专业的学术考证啊，或者说真正的学者他也是不会，如果他进入圣训学啊，进入这个学术体系，那么他是会接受这样的说法的。但是今天比如说我们去设想一下其他的人文历史，比如说就像中国是历史非常发达的国家，对，有各代帝王专门治史的这些文人，那么在第一代记录历史的时候，这些文人就会因为要么是出于政治需要，要么是出于自己对这个帝王的赞赏等等或者钦佩，他就已经人为的将这些美化的或者说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加入了其中。那么过后您再来说这个传承是正确的，就算他世代传承都是把这一本原著传到今天，可是他在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虚假的东西了呀。那么穆斯林的圣训在最早的时候，他们也会不会出于对使者的爱啊，对教门对信仰的热爱，对为了教门的好发展啊，也会去捏造了一些这样的不符合史实的东西来留给后人呢？首先，先知阿里·斯拉托斯拉姆对待自己的圣训，记载自己的圣训，有过非常明确的这一种指导。首先呢，不能欺瞒，不能有不实之词，不能假借使者的名誉而造谣。这个造谣指的是去诋毁污蔑使者，还是也包括对使者的不实之词？不实之词，一切不实之词都是属于 kazib， 阿拉伯语单词里面的 kazib， kazib 就是谎言、不实和事实真相不是一码事，这就是 kazib。 man kazib alayya muta'ammidan falyatabawwa maq'adahu min an-nar。 这一段圣训呢，它是一个重传的系统，是重传的，无数的索哈巴都是门弟子都传来的，它的真实性可靠度已经达到了这一种古兰经的这一种可信度。所以先知对这个方面的这一种指导，并且穆斯林在传承圣训的这个过程当中，最早期的时候，先知阿里·斯拉托斯拉姆要求他们不要过多的去记录他的言论，以免和古兰经相混淆，然后又做出这么严厉的这一种警告，谁假借我的名誉去造谣的话，他就要进入火狱。所以从一开始圣训的这个文本的记录呢，它不可能出现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如果一个穆斯林出于善意的好意的想要去美示使者，或者说去美示伊斯兰，而去伪造一段以圣训名义出现的东西，这是大逆不道的。这是大逆不道的，不会认为这是对啊，这个不会认为是你对伊斯兰的贡献，而且是绝对不可接受，而且是大逆不道。以后的历史过程当中，可能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出于派系的斗争啊，政治的利益集团的这个需求啊，各个方面，可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伪造圣训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永远不变的经典来检阅圣训，相互印证，所以就不会出现问题。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嘛，只要第一代保证了，第二代保证，后面出现的就可以通过学术研究来查证了嘛。对，就是这样。那第四个您提到的信仰是信仰后世，
那么这个概念就比较模糊了，对我们中国的穆斯林或者中国人而言，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对死后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就是有的人呢，就是人死就灯灭了，没有对，了，没有以后，但是有的人又说得很复杂，但这个复杂呢又让人感觉到就是，而且有矛盾，或者各种文化又有各种文化的阐述。那么您这里所说的复生或者复活或者后世，所指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伊斯兰对后世的信仰，伊斯兰的信仰体系里边，就是它有一个两世观，今生、后世。今生和后世的这个关系呢，很可以举一个鲜活的、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春天和秋天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是从今生到后世，不是说很遥不可及，或者是多么虚无缥缈的。在伊斯兰的教义理念和信条里边，这两个世界是连着的。今生结束了，就意味着后世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做所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两世观在这里。今生我们逃避了法律的制裁，逃漫天过海，逃避了人们的这一种舆论的谴责，或者是怎么样，我得了既得的这个实惠和利益，或者是做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就可以良心上能安吗？安不了的，因为我们还有后世，他永远逃脱不了后世的这一种清算。就是我现在有一点模糊，就是这个后世的概念的，是指一个人死去之后，后世就开始了吗？还是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大家一起开始呢？真正的后世，准确的来说呢，就是这个世界要结束，后世才开始。这个世界全部崩塌、结束、毁灭、终结，然后后世就开始了。但是对就每一个个体而言的话，他死后就已经步入了他通往后世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站，那就是进入了坟墓。你的墓地里边，你躺着，一直等到整个世界全部天崩地裂，世界宇宙毁灭以后呢，真正的全球的、全人类的、众世界对众世界的真主的那个清算和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后世呢，才是真正的成立。那么这个时间，它的倒计时，在具体的这个时间，在《古兰经》、在圣训、在天启的引导里边。没有这样的准确的时刻表，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日？我们经常说世界的末日在什么时候？世界的末日到了，就是今生全部崩塌了，毁灭了，然后后世就成立了，出现了。那么这，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折，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世界要毁灭。那么具体这个世界毁灭是在哪一年哪一日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1万年，也许几万年。也许是几千年，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们时刻要有一个准备、警惕，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时刻要准备着后世的审判和清算。可是您看，您刚才说《古兰经》圣训当中没有准确的提及世界末日出现的时间，对。那么它没有提及，是意味着人类永不可知，还是人类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或者自己去对自然啊，对，比如说现在研究这个太阳还有多少年能量啊，然后这个大致的估算出太阳的能量还有多久，或者通过地球的资源，还有多少能量可以维持多少年，等等，那么这些方式，也就是说，排不排除人类会有某一种通过科技或者说另外的一些推断的方式，确定了末日的时间？就像现在世界上不是经常有末日论嘛，是前面2012啊之类的，当然最终也是证明这个是谎言的，是虚对，假的。但是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让人类给蒙到了呢？在《古兰经》里边明确地告诉我们：“وَيَسْأَلُونَكَ عَنِ السَّاعَةِ أَيَّانَ مُرْسَاهَا فِيمَ أَنْتَ مِنْ ذِكْرَاهَا إِلَى رَبِّكَ مُنْتَهَاهَا ”这样的有关世界末日的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问，就是先知的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向先知咨询过和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先知不得而知。他们向你咨询有关末日的情况，它什么时候
发生。أيان مرساها فيما أنت من ذكرها إلى ربك منتهاها 你怎么能够报告这一方面的消息呢？它的究竟只有你的主知道。在这里，你看 إلى ربك منتهاها 就告诉我们，有关于复生日的确切的时间时刻表呢，只有我们的主知道。除此以外，任何一个被造物不可能知道。而且在其他的经文里边，把这个称之为 علم الغيب 就是纯粹幽玄的。لَا يَعْلَمُهَا إِلَّا اللَّهُ 只有安拉知道的这样的幽玄的事物，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科技的这个推测或者是这个精确的计算呢、啊、怎么样，它只是一个推测而已，它不可能精确到给它排一个时刻表，排一个倒计时。那么其实人类真的去探究是哪一天，我觉得也杞人忧天了。对，一个方面是就算还有几千年几万年，嗯，你我也不是我们能面对的，但是我们人所能掌握的就是几十年。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几十年安排好，对，利用好就行了。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呢，在后世中伊斯兰的后世，我觉得它的主要概念就是三件事情啊。你看这样说对不对？就是信仰后世，末日要存在，人万物死后，人类还要再复生，再进行另外一个。一次生命的延续，那么其实这一次延续，我觉得主要就讲三件事情，在古兰经里面，一个就是讲清算，一个就是活跃，一个就是乐园。对，我觉得整个后世主要就是在说这三样东西。对，好的，谢谢各位观众，这一集我们就先到这里，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回来。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访谈节目，这一集我们继续向马长胜老师访谈。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行为，其实真正的核实或者说真正的来展现它的善行的价值，恶行的恶果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今世当中的一些处罚或者说磨难，而是到后世的时候才是真正还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公道的这样的一次对我们的行为的检验、请算、审判。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不奇怪，为什么很多穆斯林的行善是自发的，也没有名利观的、功利性的。对，比如像我们封斋，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啊。对，那就像你今天已经很饿了，你吃一口嘛，喝一点点水嘛，但是穆斯林还是能坚持或者礼拜或者很多很多行为，没有完全的去除了功利性，人们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东西在促使他们做。那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坚持，当善行遇到阻碍还在坚持，当自己受到罪恶诱惑的时候又能够自律的时候，其实他都把自己在真主面前要受到清算那个场景又想象了一遍。嗯，对，这就是自律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相信后世，相信后世真主的请算审判，而且相信自己绝对逃避不了真主的请算。那拒绝后世的信仰啊，在今天或者过去的古代，甚至在先知时代，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后世的信仰，或者在今天我们也是。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也许就是一种想为自己的堕落和罪恶寻找一种掩耳盗铃的解脱之法，对，自我麻痹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而已。他以为他不去承认，就是我不相信，我不认，所以不相信就可以逃避，我就逃避我的这些行为责任了，其实就是在掩耳盗铃。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穆斯林是敢面对自己，对对对，敢面对自己的信仰，敢面对自己的灵魂行为，就是敢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做一个弱者了。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信仰是很积极的，对，在这个社会是非常需要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而且有责任感的人生态度。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人表现出来对后世的信仰好像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的态度，就好像是一心后世就不想干了，今世就一信后世就什么都不做了，这个确实是，可能是认识上的或者是观念上的问题了。
因为对后世的信仰是对自己行为完全负责任的，非常积极的，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消极的因素。因为我行善，我在今生今世可能得不到你的回报呀，得不到人们的这个物质的这方面的这个回报呀，或者是积德的这一种利益呀，或者是很可能要损失很多，但是我要等待真主对我的回报，我远离罪恶，从善如流，我嫉恶如仇，避免犯罪，是因为我想到后世，今生今世，我可能图一时之快，我可能心里得到发泄，我很舒服，我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在今生我可能得到了他的，我认为我满足了我的心理或者是我的肉体了，但是我相信我逃避不了后世的那个惩罚，而且把这个罪恶的场景还要还原在众生面前。我一非常想可到怕，他，望而却步，不敢越雷池，不要这想，是非常积极的东还要西。众生，就是你想，就是如果一个人要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做了某种罪恶，你要不能在当揭面明揭的，露他，你就要说第二天，或者说过几年，把他不翻用出到来。整个社会，就是可能在他的亲人朋友中间揭露，或者只有第三者面前揭露的话，都可能让很多人无法继续生活的，就也是，就是他可能没有勇气去面对对生对命了。对，所以就有。无地自容，无地自容这样的一个，什么是无地自容啊？你要在众生的面前把你所做的所有的黑暗的一面全部揭露、展示出来，你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您提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公道严格的清算之后，还有乐园和火狱，或者天堂和火狱。这天堂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是一种精神境界吗？还是真的是一种存在的一个世界？在《古兰经》里边有对天堂火狱的非常详细和全面的描述、解释、说明。清算完毕以后呢，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结果，要么要去天堂，要么就要进入火狱受惩罚。法利贡菲尔真呢，我法利贡菲萨耶尔。一部分人呢，他的结果就是天堂；一部分人他的结局呢就是火狱。而天堂火狱在伊斯兰的这个理念里边。教义信条里边，它是真实的存在，它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具有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的双重享受的一个地方。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的预约，灵魂的精神的层面的一种，享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乐土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就是这个只是一种概念，概念天堂。伊斯兰说的这个天堂是真实存在的天堂，不是概念天堂，不是只是一种概念，或者是只是一种精神的一种体验。高级的体验和境界，不是这样，它非常真实的存在，而且里边有眼睛看不，没有见过的，赏心悦目的，闻所未闻的，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样的一些恩典享受在里边，极乐，而且不受限制。在那里边就没有什么辛苦，没有什么尽的义务了，等等的这一切都不存在。那里就是真正的享受的幸福的安逸的和平的和谐的泛泛的流水，慢慢的树荫，四无时忧无虑的，无忧就是无这虑样的的。啊，就是你想什么样的恩典，它都可以实现，而且马上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火狱也是这火样的狱一也个是真实的。真实的存在，它的确是对罪人来说，里托伊呢买艾本，它是对于犯罪的人的真实的羁押犯罪的人的这样的场所，而且里边有熊熊的烈火，难以忍受的，甚至于我们这个闻之而损，毛骨悚然的这样的。刑法的这样的刑法之地，它的确是真实存在，它也不是说精神的一种炼狱，而不是说和我们的这个想象只是一种想象当中的精神的一种炼狱而已，不是这样，它是真实的监狱，而且是火狱。很多人，我觉得他们不愿意接受乐园和火狱这个信仰，嗯。特别是火狱。你说乐园吧，他有的时候虽然说他有的时候未必信仰伊斯兰，但他觉得反正也是一种美好的美向好往的嘛，哪怕向往，真的没有，也是一种
有人有这种美好的向往是好啊，事，但是很多人就不愿意接受火狱的存在，对，就是这么严厉、这么残酷、这么吓人，现在听着都毛骨悚然，对，还真的把人扔到里面去。西还方要人烧。不是有过这样一个说法，是一个流传于基督教世界的说法，说如果上帝比我的母亲更爱我，他不会让我入火狱的。就是很多人就是持这样的看法，就是对，这么残酷怎么能存在呢？你想，我听了一下都毛骨悚然。对，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我就要想到这样一点是，您在讲述的时候说，既然毛骨悚然，就说明你还活着呀，你还没有进去呀，你还有选择进和不进的机会呀。对，对，他就是要这种毛骨悚然，让人去产生一种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它就像是今世的高法律重点。高悬的一把宝剑一样在这里，然后让你选择，你怎么选择？你是自愿的选择进入火狱，拉都拉不住，而并不是说把你推着，或者是你无选择的把你投到火狱里边，这是对你的极大的不公。而但且是您看，如没有果人逼强迫你去火大狱。家试想，您试想，就是我，如果我们现在一个普通人，他听到这样的信息，他觉得说难以接受，他内心很排斥，排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对，这样的局面，而不想去面对，是因为他觉得他如果面对了，他就会到火狱里去，也就其实他自己对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定位了，人最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嘛。那么，如果穆斯林接受了，就说明这个东西，或者他信仰了他，接受了他，已经对他产生制约了，而排斥的人就是不愿意受他约束，不愿意自己将来成为这样的人，就是现在就不愿意受他制约，但是就说明穆斯林已经受他制约了。那么就是我是一个穆斯林，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能出错了，或者说考虑不周，做了什么不恰当的行为，或者刚要做的时候，如果别人跟我说你要小心火狱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震慑力的这样的话，因为我相信他的存在，他对我产生很大的约束力。对对对，这就是相信后世天堂火狱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了。因为不仅仅是要面对最终的终极的这样的一种审判，难以逃脱这样的一种审判，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信仰呢，让我们约束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做好人，让我们做积极面对自己、承担自己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坦然的，无愧于人生，这样来结束我们的人生，或者是走完我们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做好人而已。所以您在前面的课里面提到过几次，比如像有的圣训不是说，谁信仰后世，就让他做什么善行，甚至直接说你们要小心火狱。哪怕是半枚枣。好的，谢谢马老师。好的，各位观众，谢谢大家的收看，这一集我们就先到这里，下一集我们继续向马老师请教。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